位啊，你刚刚出了个医疗事故，把你自己的老师傅给治死。哎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我就想不通了，我儿子怎么偏偏遇到你这般人了？儿子都头晕过去了，赶紧给我儿子想办法。哎，别吵了，你们别吵了。林之孝，顾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林之孝，我去，雪啊！顾医生，你轻点儿。不是还没开始啊？别动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！你还知道疼啊？我都不知道该夸你还是该说你了。刚才情况这么紧急，你就这么不管不顾的冲过来，幸亏伤口还不太深。哎，再怎么说我是你救命恩人好吗？这一笑被谁挨的呀？要是现在某人能因为我为你受伤，给我爸做手术就好了。好了。很痛吗？其实也还好吧。我小时候呢，我爸把我当男孩养。别的女孩比如摔个跟头啊，爸妈就赶紧抱起来又哄又亲的。我爸就属于那种林之孝在哪儿跌倒给我在哪儿趴起来，就像在教导处一样。一会儿缝针的时候会不会很疼啊？这么怕疼吗？怎么样？可爱的，可爱的，这头猪真可爱。其实它是一只小鸡，是我轮科的时候儿童病房的护士教给我的。我刚刚就觉得它像只鸡，没好意思说，好可爱的鸡呀。那你乖乖缝针。谢谢顾医生。那我开始了。准备开始。等一下，顾医生，这干缝了，是不是之前得打点麻药什么的？林志孝同学，那现在你做一个选择题，打麻药四针，不打麻药两针，选吧。两针。乖，我会尽量轻一点。我有点疼，忍一下。嗯。扣好了。嗯。再忍一下。顾医生，你的眼睛好好看啊。不疼了是吧？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单纯的出于审美的角度。我这个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三天之内不要碰水，药隔一天换一次，五天之后找我拆线，辛辣的食物就不要再吃了。不疼吧？好了。谢谢顾医生。嗯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注意伤口啊。哦。